可是有一点是非常好，就是我真的老到我自己不敢相信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完全不是化妆可以化出来的。我是老到眼睛有一层雾，我看起来像我妈死之前的状态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一直看的时候，我还问我的助理，我说，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后期里面做了什么角度？做了特技？没有，我们没有预算做这么强大的后期。秋生哥就是这么多年都有点懵，但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心情，我现在还没有整理我的心情。其实一直过来，我都是在做梦的状态，一直在飘，真的不敢相信。有点像过来的时候，林青霞跟我讲话的那种感觉。有听说，真的很奇妙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叫什么神机啊，神机。老实说，我真的，哎呀，我这样讲就好像人家说人家的评审不懂，就不懂。其实老实说，我自己都真的不觉得我自己的里面演戏非常好，不是非常好，可是有一点是非常好，就是我真的老到我自己不敢相信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完全不是化妆可以化出来的。我是老到眼睛有一层雾，我看起来像我妈死之前的状态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一直看的时候，我还问我的助理，我说，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后期里面做了什么角度？做了特技？没有，我们没有预算做这么强大的后期。因为他很失望。那我觉得你跟小朋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上去感受一下，让他上去不感动。我觉得，因为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。你当然可以，我告诉他，未来他就是巴基斯坦的周永康。最后谁都是巴基斯坦的王秋生。对啊，这人抓不下。这人有钱啊，王秋生没钱啊，很麻烦。